没有什么问题，那是。那我们上次跟各位介绍到这个，对，TinaNet，好，那这个事实上是为了解决这个类别不均衡的这个问题，也就在物件侦测里面哈，因为你的前景和背景的数量基本上是差异非常大的这个部分。那这件事情在TrueSage 这边基本上问题比较小哈，因为 TrueSage 它会先用这个 Reading Proposal 的这个部分哈，会先筛选过一次哈，所以它跟这个前景的这个部分就比较不会差那么多哈。但是在Single Stage 这边哈，因为它没有先做这个 Proposal 的这个筛选哈，那这个问题就会变得非常的这个严重。那 RetinaNet 这边的这个做法，相对来讲，它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是直接从这个 loss function 做这个着手。那这个方法和技巧，各位其实也可以学起哈。就是说，你对你的 model 的这个最佳化的部分，除了在这个整个的网络结构上面可以做改善之外，事实上你也可以针对这个 loss function 来做这个改善。那针对 loss function 改善的话，通常都是因应你的这个 data set 上面的一些特性哈，尤其是你的 data set 本身有这些比较资料比较不均衡哈，比如说类别的这个数量可能不太平均的状况底下，你都可以给它这个 weighting。那这边我们用在这个 object detection 上面的话，那它这边主要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前景和背景啊，就是这两个类别的这个。资料不均衡，哈，所以直觉上来讲，哈，直觉上来讲，那你要做的这个做法就是说，我们要让这个比较少出现的，哈，也就是前景的属于物体的这个部分呢，我们要给它比较大的这个 weighting，那比较常出现的，也就是背景的部分呢，我们要给它一个比较小的这个 weighting，所以这个概念基本上概念是这个样子。那难的地方在哪里呢？难的地方在于说这个 weighting 你要怎么给啊？你要怎么给这个 weighting？那当然最简单的方法，我就是可以想说，我就直接给一个数字，直接给一个数字。比如说这个背景的部分，我就给它一个很小的这个，比如说十的这个-3次方。那前景可能就给它一个这个10的-1次方，像这样。那这样子做的话，它可不见得会得到一个最好的这个效果。所以，focal loss 这边的这个做法呢，它就变成说，这个 weighting 的这个给法呢，是根据你的，你在做预测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个这个信心分数，也就是你的几率的这个部分。那因为背景的部分，基本上它都是属于比较容易预测的，所以它的几率事实上是比较高哈。那所以它这个几率比较高的话，那我要让它的weighting 比较小，所以我就又变成是一减掉这个几率，一减掉这个几率。那前景的这个部分哈，前景部分它通常是比较难预测，所以它的这个信心分数就会几率事实上会比较低啊，所以我用一减掉之后呢，所以它的值就会变得比较大，所以就给它一个比较大的这个 weighting 啊，所以这个等于是变成是直接根据它的这个几率的这个部分来做，所以变成是这样来做哈，所以它的 weighting 的方式是这样。那实际在做的时候，它在这个上面呢，还会再加上一个 gamma 的这个参数哈，来做一个这个调整哈。那当你的 gamma 等于零的时候，这个就等于来的这个 coarse entropy 的这个loss 哈。那实际在用的时候，它会再加上一个。alpha t 哈，alpha t 哈，那等于是 alpha 的这个部分，等于是你不同的类别了哈，不同的类别的部分，还可以再给它一个不同的这个分数哈，因为你的类别的这个数量的部分，其实可能也会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是还可以再做一个这个 weighting 的部分哈，那这个 alpha t 的部分就是一个这个值就等于是。
看你要怎么设哈，这等于就是一个 accuracy 的这个做法，就跟几率就没什么关系。所以这个是focal loss。那 focal loss 这个做法不只是可以用在这种 object detection 上面，如果你自己的这个一些 model 一些网路它会有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哎，你也可以使用这种focal loss 的这个做法，那大概都会有大概一两个 percent 的这个改善，其实也是还蛮不错的。所以这是它做出来的这个结果。那这个是两条用不同的这个 backbone 哈，这个是 ResNet 101，另外蓝色这个是 ResNet 50哈 ，ResNet 50，然后 G 这个是这个two stage 的 SRCN 的这个部分哈，你可以看到它的出来的效果就会比这个 two stage 还要来得好。好，那它的整个网路结构哈，整个网路结构就是长成这样哈，这是一个。我们在后来其实还蛮常看到的这个物件侦测的一个网路结构。那这样子的网路结构大概包含几个部分哈，一个是这个backbone 的这个部分哈，这个 feature map 会因为一路做这个 down sample 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我们会搭配做一个这个 feature pyramid， 也就是特征金字塔的这个部分哈，也就是从你这边最高的这一个部分呢，我会在 upsample 哈，所以这边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好，那特征金字塔这边的这个用意在哪里呢？哈，就是说，因为你这边一路做，我们知道网路哈，你到越深层的时候，你这边的这个语义资讯 semantic 的资讯事实上是越完整，也就是你比较能够知道说。那一个位置它到底是属于这个车子还是属于行人，这个语义资讯是比较丰富的啊，比较丰富的。但是因为我们为了节省计算量，这样子一路当 sample 下来之后，它的位置的这个资讯其实就跑掉，因为你的画面就越来越小啊，所以这个位置的资讯 location 的这个资讯其实就不见了。好，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位置的资讯要把它重建回来。好，所以我们这边呢就会一路做 upsample， 再把 upsample。好，所以这个特征金字塔的这个部分呢是要来还原这个位置资讯的这个部分。好，那这边位置资讯的这个部分呢，它会等于是从你这边的最高层这边呢再做 upsample。好，所以等于会继承你的这个语域的这个资讯，然后再把它放大。然后放大的过程中，我们再从你这边原来 backbone 这边的这个这边拉过来哈，这边拉过来的意思是我们把你的原来 backbone 这边的比较准确的这个位置资讯呢，可以继承过来，可以继承到这个特征金字塔到这边。所以我们特征金字塔这样子融合之后呢，它其实等于就学到了两样东西哈，一个是它的语义的资讯，也就是那一个位置，它是属于汽车还是属于行人，这个语义的资讯就有，然后它的位置的资讯也有，比较精确的位置资讯，好，这两个都一起融合起来，那这样一起融合起来之后，那我们接下来后面就可以做这个分类，好，分类的这个部分。那这边后面做分类的部分，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前面看到这个 YOLO V3 的这个做法，非常典型的，就是会有三个这个三个 detection head， 三个 detection， 那等于每个 detection head 它负责的就是不同大小。那最高层的这个部分呢，那它的 receptive field 是最大的，所以最高层的部分它事实上负责的这个是属于大物件的这个部分。然后越底下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负责小物件的这个部分，就跟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 YOLO V3 的这个是一样，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前这边是小物件啊，这边是大物件啊，这边是中物件的这个部分。好，那每一个这个部分就是会有两个小网路，好，一个做这个分类，一个做这个位置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是
retina net 的这个部分。那那后来 YOLO V3 基本上它的结构就是大概就是继承 retina net 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做下去的，并不是 YOLO V3 先，是先有 retina net 后来才有这个 YOLO V3。所以这是一个还蛮典型的一个结构形式。好，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部分？好，那后面我们简单讲几个这个后来 focal loss 这边的一些变化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前面讲的 focal loss 的部分，它最主要是针对前景和背景之间的这个样本不均衡的这个问题。那在我们的如果你做物件侦测的话，做物件侦测的话，那基本上你的前景的类别之间那个数量事实上也是不太平衡，不太平衡。尤其是你的资料是属于那种所谓的长尾数据，也就是它的类别很多，但是每一个的这个数量其实不太多的这个状况，不太多的状况。好，那这边就可以给各位看一下，那这个是针对以我们的 focal loss 哈，都用同样的这个weighting factor 哈 ，weighting factor， 那基本上不管你的类别是什么哈，它这边这个曲线基本上都是一样。那如果说你给它这个不同的类别，它有不同的这个考虑的话，那事实上就可以更能够因应这种你的数据是这种长尾数据的这种分布的这个状况。好，那它的这个整个的 focal loss 的部分，整个的架构，这个公式其实跟我们原来的那个 focal loss 的这个公式是一样，那主要改的地方在这里，就是这个 gamma 的这个部分。那 gamma 的部分除了原来的这个gamma 的这个数值之外，哈，它多了一项跟这个跟你的类别无关的，哈，变成一个是类别有关系的，一个是类别无关的这个两个参数去做这个调整。那所以它最后的这个weighting factor 整个的做起来的这个 loss function 就会长成是这样。那这个是可以变成让它跟类别有关的部分就可以让他自己去学哈，他的这个weighting factor 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的话对这种比较你的 data set 是属于那种长尾数据集的这种状况的话，它的这个效果就会比较好哈。这边可以给各位看一下它的这个结果。那另外我们再稍微跟各位讲一下另外一个部分是属于这个小物件侦测的这个部分 tiny object 的这个 detection 的这个部分。那小物件侦测在我们前面有跟各位提到小物件侦测的这个做法在之前的部分是怎么做。那简单来讲在前面我们介绍的小物件侦测的这个做法，通常我们就是做什么？我们会把影像把它怎么样放大。那放大的话，那它能够同样的 receptive field， 本来它很小物件哈，它很小哈，那你丢到网络里面去，到后面它其实就不见了。但是你把它放大之后，那你丢到同样的这个网络里面，它到最后还是会存在，就可以侦测得到。这个是我们前面用的这个方法，那这样子的话，你的输入你就会要喂这种类似像这种影像金字塔的形式，也就是输入喂的时候，我们会给它不同的这个大小的这个scaling factor 的方式去做，一个方式去做。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前面做的这个部分。那除了这个之外，那也有人会做所谓的用 gain 的这个方式，这个做法我们在后面会来跟各位讲啊，它等于是把小目标把小目标的这个部分其实是把它放大，等于就是把做影像放大。那我们前面的那个放大，它是直接
直接做比较简单的这种 bilinear 的这个 upsample 的这个部分哈，那可能这样放大的效果可能是比较模糊，效果不太好哈。那如果你用这种 super resolution 的这个做法的话，它其实这个做出来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好哈，会比较好。好，那不过这些做法通常问题就是你这个就会有额外的这个计算的这个部分哈，就比较不太好，比较不太好。那这篇的这个做法，它也是从这个 loss function 上面做这个，也不算 loss function 啊，应该是针对 IOU 的这个部分来处理。所以那因为你是从这个 training 上面做处理哈，所以它基本上你训练出来的模型，它的 inference 就不会增加额外的这个计算量。那这个部分哈，这部分我们大家可以观察得到小物件和大物件它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差别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图。那这个图是这样哈，就是左边的这个哈，左边这个是小物件的这个部分哈，那右边的这个是大物件哈，是大物件的这个部分哈。那左边的这个事实上是要侦测这个球哈，这个很小。啊，右边这个是要侦测这个人的这个部分，侦测人部分。好，那我们在之前在做那个判断的时候，啊，就侦测说你的这个 object 有没有侦测得到哈，我们一般都是要看它的那个 IOU， 看它 IOU。那小物件的 IOU 跟大物件的 IOU 有什么差别哈？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差别在这里。小物件的这个 IOU 哈，你只要比如说这个 A 是你的这个光触识的这个部分哈，然后 B 和 C 是你的这个侦测出来的这个 bounding bus 哈，那你的这个侦测出来的这个 bounding bus 呢，如果你从本来 B 的这个位置呢稍微移一点点移到 C 这个位置，那对小物件来讲，那它的这个 IOU 的值就会从原来的 0.53 很快的就降到 0.06。那降到这么小的话，那通常我们就会认为它其实根本就没有重叠到，就是没有办法侦测得到。但是对大物件而言，即使我是一样多的这个 pixel， 但是对大物件而言，它重叠的比例还是很高，所以本来你从 A 跟 B 的重叠是 0.9， 那我稍微移一下，移到 C 之后呢，它的重叠比例呢还是有到 0.65。那 0.65 的话，一般来讲，它大概就有超过我们的这个水手 0.5， 所以它等于还是有侦测的到，还是有侦测到。好，所以这个就是这种极小目标哈，跟这种比较正常尺寸的这种目标的这个 IOU 哈，它其实它的敏感度事实上是差非常非常的多哈，差非常非常多哈。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侦测哈，我们的这种目标侦测，它等于是在直接看说你的这个两个的实质的这个重叠的这个状况哈，两个实质的重叠状况哈，所以造成的哈。那我们要避免这个问题哈，避免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们就会需要设计一个新的指标来代替 IOU 哈。那我们把这两个东西呢，把它当作是一个两个分布的这个状况哈，也就是你的光触识的这边的特征呢，我们可以把它 formula 成一个几率的分布哈，也就是你光触识的这个 A 的部分呢，我们可以是某一个这个几率分布，然后你的侦测出来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可以把它 model 成另外一个几率分布。好，那我们就要变成说，我们不是直接去看这两个的这个重叠的这个面积，而是来去评估说我这两个分布呢是不是长得很像。那如果长得很像的话，我大概就可以认为说它应该是属于这个同一个 object 的这个部分。那这样就会比较不会受到这个你重叠面积的这个影响。那你要评估说两个分布哈，这等于是两个几率之间的这个相似度，评估两个几率之间相似度的这个做法。那这个做法有很多种，那其中一个做法就是所谓的这个
哇 ，certain distance， 那这个是来做这个部分，所以它等于用这个哈、啊、来代替标准的这个 IOU 哈、啊，所以要这样做的话，等于是先把我们的这个 bounding bus 呢，先把它 model 成一个 2D 的一个高斯分布的这个状况。那当然，一个 2D 高斯分布的话，它的这个 mean 和 variance 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值，所以我们要先把它做一下 normalization， 那这样子比较好评估哈。那这种certain distance 哈，它有个特性就是说，即使你两个这个 bounding bus 哈没有重叠哈，或是完全包含的话，它还是可以评估说你这两个几率分布是不是长得一样。那为什么我们是可以用几率分布哈？因为我们的几率，我们是等于是把它在这个特征 feature space 上面哈 ，feature map 的 space 上面来看它的这个相似程度，来看它相似，所以它并不是看面积的这个部分，不是看面积的部分。那因为它是看它的这些特征值的这个部分，所以它也是能够很有效的去来做好，所以可以用这个方法来代替。原来我们在object detection 里面用到的这个 IOU 的这个部分，好，那这边有一些数学简化的部分哈，我想我们就不特别的这个细讲这个部分，好，那大概各位知道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基本上 Wasserton distance 它就是去评估这个是 mean 的距离，好，然后后面这个是 variance 的这个部分哈，就是主要是透过这两个来去评估它的这个距离的这个部分。那这样做就会有好处哈，就是说你即使这个你的这个 bounding bus 哈移动的这个位置哈，那我们传统的这个做法的这个做出来的这个 IOU 的这个值哈，就会随着你的重叠的这个比例，它的这个变化就会变得很大，但是对 Wasserton distance 它基本上不受这个影响，就是你不管怎么移，不管怎么移动，不管它有没有重叠，它算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就基本上比较不敏感。好，那另外，那第二个这个是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它的这个事实上它移到几乎完全没有重叠的这个状况的话，那它其实上它的这个曲线还是一个很平滑的一个分布，不会像这边这个完全没有重叠的话，这个值就都几乎都是没有的，这个掉得很厉害的这个状况。好，所以这个是针对小物件的这个部分的一些做法。那最后我们大概稍微介绍一下几个常用的这个data set 哈。那一般用在 object detection 用的 data set 大概有这几个哈，就是Pascal VOC 哈 ，Pascal VOC 这个大概算是比较小的这个部分，它大概有20类，那以上的数量也比较少一点点哈。那另外两个比较大的是这个 Microsoft 做的这个 COCO 的这个 dataset， 这个类别就比较多，然后影像的数量是比较多。那另外 ImageNet 它其实也不能讲 ImageNet， 这个是 ILS-VRC 这个，它大概有200类，这个量也比较多。那最大的是这个好像应该是 Google 后面在推的 Open Image， 这个数量就非常非常多，然后类别数也很多，所以给各位看一下，那这些资料的这个分布状况其实都不太均衡，像这个 Pascal VOC 这个人的这个部分的数量其实是最多的，那其他其实就比较少，然后这个是 ISVRC 的这个部分也是一样，也不太均衡啊，事实上都不太均衡，有那种很多的，也有那种很少的这个状况。这个也是 COCO 哈，那通常这个人是都最多的，人最多。好，那 Open Image 这个也是哈，人也都是最多的。
对，都没有很均衡啊。其实你可以说它其实不是很均衡的一个资料分布的这个状况啊。好，所以这个是几个常用的这个data set。那一般我们在用的时候，通常如果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要有办法跑的话，它大概至少是跑这个 Pascal VOC 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那 OpenMe 这个就真的很大。好，所以前面我们大概就讲完了这个 object detection 的这个部分，那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instance segmentation 的这个部分。好，那这个跟我们的 object detection 差在哪里？哈，就是你等于是我们的 object detection 是一个这个框出这个框出来哈，但是我们的 instance segmentation 呢，我们是做到这个 pixel level 的这个部分。那你可以看到说，哎，这两个只是差在一个是框，一个是到 pixel level。那很显然，一个最直接的想法就是，哎，我做出这个 object detection 之后呢，那我这样子一个框出来之后，那我这样框出来之后，我再分辨说我的 object 等于就是你的前景的这个部分，然后剩下是背景的部分，所以我可以针对我这个框出来的这个部分呢，我做一个这个前后景的一个分割，我就做一个很简单的前后景分割，我其实就可以得到这个，因为我这样子框出来之后，我已经知道它是属于哪个物体了，所以我不需要再针对物体再去做分类，因为我这样框出来就知道说，哎，这个是狗，对，我这样切出来之后，前景的部分就一定是狗，那背景的部分我就不用管它是什么东西哈，就直接切可能。好，所以一个最简单的想法就是从这个 object detection 呢。延伸过来做 instance segmentation。好，那这个做法呢，就是这个 MassRCNN 的这个处理的这个方式，处理方式，它等于就是原来我们的这个 two stage 的这个 FastRCNN 呢，我们再加上一个针对物体的，也就是前景的这个一个 mask， 加上一个 mask， 那再加上这个 mask 之后呢，就可以来辨别说你的前景还是背景的这个物体哈。好，那所以这个 mask 基本上是一个二分类的，就是一个 binary 的 mask， 告诉你是前景或背景。所以那这样做起来其实就很简单哈，所以它的速度其实跟这个 FastRCNN 事实上是差不多的哈，差不多的哈。所以它这个用途其实用了很多哈，在可以用在 instance segmentation， 你也可以拿回去用在这个 object detection 上面啊，或是做这种关节key point 这个 detection 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那它的这个做起来就这样，这一块框起来的部分就是原来的这个 FastRCNN 的这个部分哈，然后它额外加上这个 mask， 加上这一层，加上一层的各个 convolution 这样子。那他这里面做了几件事情。那第一个，这个东西你直接套用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套用的话会有什么问题？我们先往后看，直接看。那这边好，你等于是要做这个 mask。那 mask 基本上它是做到 pixel label， 做到 pixel label 的这个判读哈 ，pixel label 判读。但是我们原来的这个FastRCNN 哈，你这边最后得到的这个 feature map， 这边是靠所谓的 ry pooling 做出来的哈。那靠 ry pooling 做出来会怎么样哈？能不能直接用？那 ry pooling 做起来哈 ，ry pooling 做起来，你等于是说你会把这个值哈。把这个值你会把它 rounding 到整数哈，比如说我们现在你的原始的影像是128乘128，你做这个 CNN 之后得到的 feature map 是25乘25的这个大小，那如果我们直接算它的比例的话，应该是128/25哈，所以如果你框出一块15乘15的大小的话，
它对应到你的 feature map 这边是一个 2.93 个 pixel 的这个大小， 2.93 pixel， 但是2.93 pixel 大小在我们用 ROI pooling 哈、啊、ROI pooling 做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它做 rounding 哈、啊，会因为这个 0.93 pixel 这是没办法表示的，所以我们会把它 rounding 到两个 pixel， 会 rounding 到两个 pixel。那 rounding 到两个 pixel 的话，这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要再把这个东西，你要再还原回原来的这个影像的 pixel level 的这个精确度哈。好，那你再还原回去的话，那会变成怎么样哈？你等于 rounding 了之后哈，等于是做 quantization， 它就等于是对应到这边，那你就没有办法还原回原来的，因为你这个是你就变成是两个 pixel 哈，那你同样的比例还原回去，它就不会等于是原来的这个15个 pixel 哈，这就没办法，那这个怎么解？那他们的解法也很简单哈，那既然你的问题是因为你做这个 rounding 造成的，那我就不要做 rounding 就好，所以这个他们就改一个名字叫做 ROI align， 好，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哎，它的这个实际的这个位置呢，它就直接用这个 bilinear 的 interpolation 得到它的实际的位置是对应的位置是 2.93， 好，那这样子还原回去的时候，那它就可以用同样的这个比例还原回这个原来真实的这个部分，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哈，就是针对FastRCN 这边套过来的时候会遇到的这个问题，那把它这样换掉之后，哎，其实它做起来的效果就会蛮好的哈。好，那这个可以看到这个做出来的都不错哈。那即使你套回原来的那个update detection 那个 bounding bus 的这侦测，其实这个效果也都会比原来 ROI pooling 的好。那特别是在IOU 很大的这个部分哈，都会得到一个蛮好的这个效果。好，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哈，第一点的这个部分哈，解决掉你的 feature map 因为做 pooling 之后，那你还原回去两边会对不起的这个状况，对不起的状况。那这个大概是它整个做法里面最大的一个改善的这个部分。那它的改善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做法其实也很简单，本来做 quantization 我就把 quantization 拿掉以后，其实也没有做什么，但是这个影响是蛮大的，这影响蛮大。那第二个部分哈，第二个部分就是你要去预测这个做这个 mask 的这个预测哈，做 mask 的预测。那这边的这个mask 的预测呢，它是只针对你是物体还是非物体哈，那是针对每一个 object 都单独去做哈，单独去做。它不是说我是去预测说你是狗还是猫啊，还是背景，不是做这种预测。那这样会比较简单，因为你只是要做前景或背景，跟你要分十类再加一个背景，那后面的这个你要分的类别越多，其实会做的越困难。好，所以他把这个mask 的 prediction 跟类别的 prediction 这两件事情是把它给分开了。那他这个部分的做法呢，就是透过了一个loss function 哈、啊、来做。好，那等于是说我们的 loss function 除了原来的这个分类和 bounding bus 的 function 之外，那我们再加上一个这个 mask 的这个loss function。那这个的话就只是分说它是前景或背景啊，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二分类的这个部分啊，分类的这个部分啊，所以它这个做起来就会是每一个 bounding bus 它就自己会每一个类别它自己有一个哈、啊，只是做那个不等于是做单纯的二分类而已，这样就比较简单。那预测的
预测结果也会比较好做这个预测。那最后的这个 mesh 的预测，它是用 fully connect fully convolutional 的 network 哈、啊，那不是用这个 fully connected 的这个 network 哈、啊，因为你用 convolution 的话，这个参数量比较小，然后比较你能够保留这个它的 spatial 的这个结构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往后面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部分哈，刚刚的部分哈，那它等于 A 分类的部分就单纯去做它的类别的这个部分，所以它的 detection head 除了就是做三件事情哈，除了我们原来的这个分类 object detection 要做的这个分类还有 bounding bus 之外，另外再加上一个 mask， 那这个 mask 的部分它就不再做分类哈，只是做前景或背景，那这样 就比较简单，你就不会是不同类别之间还要去竞争去算这个东西，你就不用去分说是苹果还是橘子还是猫还是狗这些不同类别要竞争，你只是做这个前景和背景，所以这个预测就会比较容易，那相对来讲成功率也会高出很多。然后这个是它的 mask 的用的网路的这个部分哈、啊，你用这个 fully connect 的这种 NLP 的，它的这个位置资讯其实会跑掉，那做出来的这个会比较不那么精确。但是 convolution 层我们知道哈、啊、，convolution layer 它是有这种 translation equivariant 哈、啊，就是你移动位置，它其实对它来讲是没有什么差别哈、啊，所以。它比较能够保留它的这个位置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得到一个更好的这个效果。好，所以这个是MESR 先他做的一些改善的这个部分。好，那这边有一些结果，就留给各位稍微去参考一下。好，我们就不细讲这个部分。好，那这边给各位看一下它做出来的结果，这是用在那个。Microsoft 的那个 COCO 的 dataset， 像这个人的这个部分，它的中间它其实是没有被连在一起，就是上半身跟这个脚的这个部分，其实都还能够很正确的这个分开来。所以这个是MESR 先哈，大概就是如果你做这个 two stage 的这种instance segmentation 的话，大概其中一个标杆就是用这个 MESRCNN 的这个部分，那整个结构也很简单，等于就是 FaceRCNN 再加上一个 mask 就做出来。那这个是后面这个是用在key point detection 的这个部分，做起来也还蛮好的。有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各位介绍的是我们前面的 object detection 有 two stage 和 one stage， 那一样在 instance segmentation 这边呢， MESRCNN 它是继承了这种 two stage 的这个FaceRCNN 的这个做法，那 one stage 的这个做法呢，能不能也可以延伸到这个 instance segmentation 吧，那这个做法呢就是这个 your act 哈，这个那这个其实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这个原来的第一版是这个哈，没有这个 plus plus 的这个部分，那第二版是有这个plus plus 的这个部分，那这个叫做 you only look at the coefficient， 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哈？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网路结构，这是它做出来的这个效果哈。那这种 two stage 的效果好，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哈，这个是星星的这个哈，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two stage 的这个 MESRCNN 的这个做法，准确度在这个地方，但是速度比较慢，然后他提的这个your act 还有 your act 这个 plus plus 啊，在这边，准确度稍微差一点点哈，稍微差一点点，但是它可以做到每秒30张。那基本上对我们的影像而言，我们一般的影像 video， 比如说你用那个
一般的 video camera 哈，或者是这个车上的那个录影的那个哈，一般我们的 frame rate 大概都是每秒30张哈，所以你的处理速度可以达到每秒30张的话，大概就是可以做到 real time 的这个部分，也就是一张进来你大概马上就可以处理，所以这个是一个蛮具有指标性的一个数据意义哈。好，所以one stage 的部分哈，当然有一个好处就是快。就是快，那快的话，在实际的应用上面，它就有它的这个价值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UACT 的这个网路结构啊，网路结构。好，那它的这个网路结构呢，基本上，就是跟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 Yolo V3 哈 ，Yolo V3 的这个结构是很像啊，就是。这边是我们的这个 backbone， 然后再加上这个特征金字塔的这个部分，特征金字塔部分。然后那接下来它就分，这边会分成两个部分哈，一个部分是我们原来的这个做 prediction 的，类似像做物件侦测的部分，也就是分出你的类别还有这个。Bounding bus 的这个部分，然后这边会接这个 Maxima Separation 的这个部分，在这边。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另外一个部分呢？这个部分哈，它这里叫做所谓的 Portal Net 哈，是产生所谓的，它叫做这个 Portal Type。那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MaxRCN 的所谓的 Mask， 就它就是产生这个 Mask。那他在这边呢，他把它叫做所谓的 prototype。那为什么这个是它叫做 prototype？ 也就是说，它这个东西哈，它这个东西是这样。比如说我们要这个哈，比如说我们侦测这边我们会有两个东西要侦测哈。比如说我们要侦测这个，我看一下，有点小，把它放大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哈，第一个，如果你是要侦测这个人的这个部分，人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红色框框的这个部分。我们侦测人的这个部分，那人的这个我们它的这个 mask， 我们是怎么组成起来？它就是由这些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 mask 呢组合起来。那我们对这些 mask 呢做一些加加减减的这个处理，也就是，我们有侦测到这个 mask 呢，这个 mask 里面我们有这些人，还有它的这个球拍的这个部分。好，所以我们把人的属于人的这个各个部分的这个位置呢，把它加起来。然后扣掉这个球拍部分的这个位置，那剩下的这个部分呢，这个就是我们要侦测的这个人的这个 mask。 那如果我们是要侦测这个球拍的这个部分，球拍的这个部分的话，那我们等于是你这边哈，这几个这个人的这个部分啊，把它给扣掉，然后加上这个球拍，这样球拍，所以那这样子我就可以在这个画面里面呢，就可以侦测出这个球拍的这个 mask。 所以它为什么叫做you only look at 的这个 coefficient？ 那它的 coefficient 等于就是你这些不同的这些prototype 的这些系数的这个组合。那透过这些组合，你就可以得到你的 instance segmentation 要的这个mask， 所以这边组合起来之后，跟你组合起来之后，所以这边等于就是我们刚看到的像这个Face RCNN 的所谓的前景和背景的这个 mask 的这个部分，然后上面的这个部分是我们原来的 object detection 的这个部分，那我们把两边呢把它给乘在一起合起来，然后
然后我们只要框出你要的那一块区域，那一块bounding box 的这个区域哈，然后把你要的部分这个 threshold 把它给挑出来，最后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这个segment 出来的这个 pixel 的这个部分。那所以这个是它的这个处理的这个方式哈，your act 的这个方式。那这边的做法的这个部分哈，那它一样，把它换成这个这些算这个 mesh 的这个部分，也都是跟这个 mesh 阿线一样用这个 convolutions 替换掉原来的这个不用这个 fully connect，那也可以得到一个类似的一个效果。那一样你可以看到说这个部分哈，它等于是从 retina 内改过了，所以前面这边就这两个部分，因为用 convolution 层就可以共用啊，然后后面再接三个detection tag，这个跟这个 mesh 先一样啊，一个是分类的部分，一个做 bounding box 的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做这个mask，就是前后景背景的分类的部分。好，那所以它整个这样做起来，就等于是可以透过这个这些 prototype 做一些组合了。那这些不同的 prototype，它等于会在不同的这个区域会有一些特别的会被 active 的这个部分。这边我们就不细讲。那有兴趣的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文字说明的这个部分。那前面讲的是 UX 哈，它的第一版本的这个部分，它后来的版本的部分稍微有改一点点哈，也就是 mesh 的部分它稍微做的比较快一点，然后 convolution 的部分用这种 deformable 的这个 convolution 哈，就是可变形的这个网络。我们好像没有特别讲这个 deformable 的这个 convolution 哈，所谓的 deformable 的 convolution 就是我们简单的跟各位提一下哈。我们本来的那个convolution 哈，比如说你做3×3，所以你在这个影像里面你抓到的就是这连续的这3×3九个点，3×3九个点。那如果我这九个点呢，我不一定都一定要是连续的放的话，它可以是散在你的这个画面里面不同的这个位置，一样我们是抓九个点，那这个就叫做 deformable 的 convolution，也就是它的形状不一定是方方正正的，不一定是方方正正，那它的形状可以是比较任意的这个组合，这个叫做 deformable 的 convolution，可变形的这个卷积层，可变形的卷积层。那当然，这种计算当然就比较复杂一点哈，因为它不那么规则，不那么规则。但是它会有一些好处，它会有一些好处，就是比较不受限于原来的这种方方正正的这种 convolution 的这个结构。好，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先下课。